的返校日。那这干煎很好吃，我们回购好几次，而且也蛮快熟的。不过它是有包料的，加三宝的作息，好，必须老实说，停课这段期间呢，大家早安，现在是早上的7:10，然后今天是小朋友的返校日，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这么早起床了啊！大家的闹钟都调整好了吗？我现在要做早餐，然后待会要和大家分享我准备的一些小朋友的早餐库存，主要都是一些冷冻食品，然后早上妈妈起来的时候可以快速准备。OK。所以你们要二 B 的，二 B 的长的，什么叫长的？笔芯啊，笔芯还有分长短。哦，说那个不好用。笔芯不是都是一样的大小吗？你发质比较硬啊，拍影片啊，拍你吗？拍你吗？好，绿豆鲜奶。去拿杯子倒鲜奶，准备一下玩具。大家好，我是考莉。刚刚送完小孩上课，我回家后就慢慢吃了早餐，然后做一些家事。然后想到今天要拍影片嘛，所以我就化了一个妆，这样看起来有没有比较精神一点？那我一打五的日子终于结束了，所以我经过这两天休息呢，我觉得我的气色又变得比较好一点。那上这支影片的时候，应该是开学当天。那我想和大家来分享我前几天在大卖场买的冷冻早餐库存，希望可以给小学生的妈妈一些早餐的想法。
为影片完全没有厂商植入，所以会有很多的品牌，然后我都会说出品牌让大家比较好去买。这些也是我们家小朋友比较爱吃的，另外也是妈妈觉得准备起来比较方便而且快速的早餐选择。那第一个呢，这是益美的黑糖馒头，然后它这里面是双色的，像这样子一圈白，然后一圈有颜色的黑糖。好，这一份大概有六个，然后不大，大概是像这样子。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小朋友早餐的食欲好不好，像我们家的早餐都通常吃不多，大概这个量我就觉得差不多了。一般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拿去大同电锅蒸，可能还会再煎个酱油蛋，这样夹起来给小朋友吃。那我们家小朋友是还蛮爱这样吃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家已经回购好几次的。好，再来是精品的葱油饼。那我真的觉得说我们家是粽饼的大户，所以我常常会买不一样的来吃吃看。那其实益美的也蛮好吃的，但是后来我们吃到这个牌子精品的，我跟我儿子都觉得这个非常好吃。第一就是它很酥，再来就是它的葱的量刚刚好，不会太多，因为有些牌子它可能太多，然后吃起来葱味太浓，然后小朋友就会有点害怕。那这个我们是觉得它的葱的香味刚刚好，然后量也是刚刚好，它整个饼皮的配方我们都觉得非常好吃。那这干煎很好吃，那另外我会加一些玉米粒啊，或者是鲔鱼这样子包在一起给小朋友吃，这是我们家永远吃不腻的一个早餐选择，所以有时候都会重复看到我在做这一道，那是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真的非常爱吃。再来是大成他们家出的，这也是类似葱抓饼的东西，不过它是有包料的，它里面有包鸡肉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我拆一个给大家看。因为其实我会发现这个是之前他们有寄很多公关品给我，这种有包料的我觉得都还不错。他们家大成好像也出蛮多有包甜的啊，例如红豆泥啊那种，我都觉得还不错。然后一盒的分量呢，它这一盒分量有八片，像这样子，大概像这样子。那你看到它里面会有肉啊跟青葱的部分，虽然是不加鸡蛋直接干煎的话，它的营养也是够的。那我通常我都会撒一点胡椒粉，这样子就很好吃了。那我是觉得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，你也可以直接丢气炸锅，因为它这个没有说很大，一般大家家里的气炸锅都是摆得下，那有些饼就是比较大就会放不下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还不错，蛮推的。接下来就是我今天早餐有做的，那这种东西很容易买到雷的，因为我之前买过那种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是不好吃啦。然后这个是我儿子一直说很好吃，它是我看它的牌子哦，它是台湾浓醋，对，台湾浓醋。因为它上面的标标剪掉，所以我没办法拍，反正就是你们可以截图一下，它是牛肉汉堡。今天就是直接夹吐司，夹一点蛋啊番茄这样子给小朋友吃，然后肉片是薄薄的，这早上拿出来的时候不用退冰哦，因为它的肉片薄薄的，所以你直接下锅煎就可以了，而且也蛮快熟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早餐准备起来还蛮方便的。然后这里面有总共有15片，所以就可以做15份。再来就是一样是精品他们家出的披萨，我们回购好几次的是这个乳酪蘑菇培根披萨，它是薄片的披萨，所以它不会太厚。这个也是放冷冻库里面，隔天早上要吃的时候把它拿出来烤箱烤一烤加热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面一份就只有一片而已，如果大家冰箱空间足够的话，这个我觉得可以买回来囤，因为这个还蛮好吃的。好，以上早餐提案希望可以给一些妈妈们准备跟采买上的想法。有些观众敲碗想要听我们家三宝的作息，那我们家小乖今年升小一嘛，双胞胎哥哥是上5年级，所以会有高年级的跟低年级的。那我们家小朋友一律都安排上安亲班，因为第一我还要工作嘛，再来就是因为我觉得小孩就是在别人那边会比较乖一点，因为在家里都会跟妈妈耍赖，所以你都会教得特别辛苦，不如我就觉得给别人教，然后回来也会比较有效果，所以我们家是一律都送安亲班。那我就来分享一下我们家的作息，其实应该跟大家都差不多吧。早上我都是设6:50的闹钟，那通常我都会赖床到7点，起来的时候就是先去准备早餐嘛，所以我都一般都是穿着睡衣。准备早餐过程中，我就赶快丢衣服进洗衣机里面去，因为这样可以多工处理。然后接着是送小朋友上课，送完小朋友上课回来之后，我衣服就差不多就可以晒了。回来之后呢，我就会做一些家事，比如说刚收下来的衣服啊，我就会先折起来，然后归位，然后再来就是吸一下地板啊，然后东摸西摸，中间可能就会拍一下影片啊，剪一下影片之类的，看看有没有需要呢，我就会出去采买。我一周大概采买个2次吧。然后安亲班说小一新生大概6点的时候可以接，高年级的哥哥就会比较晚一点，因为他们上课就是上一整天嘛，所以他们到安亲班写完作业上完课之后时间就会比较久一点，所以我还是跟之前一样，就是还要分2段时间。他们回到家通常都是已经6-7点了，
所以上课时间真的还算蛮长的。回到家他们就先吃晚餐，好，必须老实说，停课这段期间呢，他们吃饭的时候都有那配电视。好，我跟他们讲，开学之后呢，就要在餐桌上面吃，不能配电视，因为我觉得你们学生就会有一个时间嘛，好，你边吃边看呢，你就会吃很久，就会拖到后面的时间。所以呢，我们家开学之后就是不能看电视。吃东西，那吃完饭呢？有时间的话，我会叫他们下去楼下跳绳。那回到家就赶快洗澡。那他们三个现在都是自己洗澡了。好，妈妈就是一直要催促他们洗澡。因为我现在这样光线会不会太亮？理一下。好，然后我想看哦，洗完澡的时候大概就，其实这样子就已经很晚，洗完澡大概都已经九点多，快十点了。然后中间他们看一下电视啊，吃一下水果啊，然后玩一下。其实我们家小朋友没有很早睡耶。大概都是十点多才睡。我之后会和大家分享我们家小朋友是怎么睡的，因为小乖之前是跟我睡嘛，上小一之后呢，就是让他跟哥哥一起睡。但是你也知道，就是我们家三个都是男生，所以之后我会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家的三宝卧室。好，那我自己是没有那么早睡啦，通常小朋友回来我就不会剪片，我也比较少晚上拍影片。像我做自媒体的，很多就是工作跟生活都会混乱，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，我要把这个部分把它分好，这样子我才有办法开心的做这份工作。晚上的时候我真的就比较少拍影片，那有时候就是心血来潮会拍一下跟老公的一些相处过程之类的，因为老公也是大概八点才会回来，所以这也是他比较少入境的原因。好，大致上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家三宝的作息，还有我这一周的早餐准备。那祝福大家开学愉快，这次暑假真是有史以来最长暑假，我相信每个妈妈不管是职业妈妈或者是家庭主妇都非常崩溃吧。那还好有顺利的开学已经是非常万幸的一件事情了。今天影片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想要追踪更多的考里，不要忘记去追踪我的 IG。 想要知道更多的团购资讯的话，记得去追踪我的脸书粉丝团。我是考里，我们下一集见咯，拜拜。